子也能治疗脊椎侧弯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好了，张先生，你发现什么东西呢？这张椅子，这一张呢是目前台湾市面上唯一一张可以叫倒立椅的一个产品，是一个板件，重力全部的惩罚道具。曾经有当过，但是它其实对人体非常有好处。倒立是对身体好的，因为你的血液都一直这样。你要让他有时候，这不是脑充血吗？不会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们这个有专利的一个设计，所以可以循序渐进的让你做倒立的动作。怎么玩它？可以来玩看看吗？可以。我们这一个产品的话是完全人体工学的设计。设计这个产品呢，是因为我们总裁的女儿她有脊椎侧弯。哦，老板。每次要复健，老板的女儿，她每次要复健要花很久的时间。然后就想我们自己来做运动器材，为什么不发明一个可以来做脊椎？对，帮助她，让她脊椎呢可以正常。脊椎侧弯的人适合用这个。脊椎侧弯的人，就是通常是因为我们都是站姿，受地心引力的关系，所以说你的脊椎都会有一点会侧弯。那时候用倒立机来矫正，把它拉回来。是，对，所以让，因为你很多时候腰酸背痛都是因为脊椎侧弯。所以发明了这个之后，老板的女儿就不再害怕倒立了吗？是，因为外面的倒立是一下子，它就是180度就直接倒立了，身体根本负荷不了。对，那就来玩玩看吧。你上来试试看啦。我吗？谁先尝试？不要，让少廷试一下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太久了。可以啊。我以为你要结婚，我以为你要做劳动啊。那个，我的外套可以借他了。录完影之后让少廷试啊。好，来，对，坐什么？怎么玩？对，直接坐上去，然后两脚由侧边。对，卡住吗？对，卡住。好，像我们做健身器材。对，然后直接这样一拉一勾就可以了。拉拉，往后勾，往后勾。对对对，好，然后再把这个安全带。这好像真的很像一个什么道具？是综艺节目啊，惩罚。以前玩过。冰箱有个铁锅子这样砸下来。500磅啊！比一比吗？才对。好，然后你慢慢的倒立，做倒立的动作，往后。往后仰，往后仰，自己控制的，对，自己可以控制。恐怖。好，然后倒立到定点的时候，向后伸展，手放掉，腿放直，不是。好，然后手呢向后伸展，向后伸展，对，向后伸展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腰间呢酸酸麻麻的。这个拉开了耶。对，因为这个是整个身体的线条已经这样。对，运用你自己本身的体重，对，然后来拉扯你的脊椎。那依照比例的话，这样子来拉是完全是你的。我知道，等于是地心引力下在这里。对对对。你从头顶拉你的脊椎，就像那种悬丝木偶这样拉的。对，你本来是站的。这个动作呢，还不是最完全的倒立。这个动作呢，只是让你先做脊椎伸展。那接下来，现在像到底是这样。对，到底是这样，那还可以再设定更这样。可以，就是循序渐进。那可以这怎么设定？可以现在就让它再下去吗？没有，就是它要起来。那一直让导游说，我起得来吗？那起得来吗？起来怎么起？等一下，你起来的时候手抓着，仰卧起坐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然后也可以做仰卧起坐，然后呢，你头呢贴着背板，然后呢像攀爬一样，脚往下出力。这样子，对，那不是对，然后慢慢的起来，先揪回来。哎，那你起来的时候，如果你呼吸急促，或者是头晕目眩，很正常。对，但是你起来的时候，你采取坐姿，你可以休息嘛？对，那你一边看八点档广告的时候倒立，然后广告完结束以后就起来。刚好可以保健你的那个身体，而且因为学瑜伽人都知道，是说倒立是可以让你变年轻，是，这是可以自己使用。自己可以使用，不用有人啊，因为再做一次。好，对，然后呢，我刚才说为什么完全的人体工学设计，你坐在上面可以调整角度，看到这边下面是哦，你把这个插销抽出来，抽出来，然后呢旋转，看到这个一到紧绷的好不好？对，好，这是完全线，你要调线，极限，不会，不要，像大车一样。我们这个最大的角度呢是150度，150度，对，它是。那个可以减少你的恐惧感。好，对，那也可以试试看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对对对，慢慢，慢慢教他，慢慢，不用怕。自己倒哎，手往对，哦，不用怕，好，哦，倒立，这个就是最大的角度，好倒立哦，对对对，好好玩哎，好好玩。高的话，这个可以调节你的那个小腿的这一段，好贴心哦，不然高的人就坐到底了。起得来吗？起得来，怎么可能起来啊？好，脚往下。然后对，
然后对对对，慢慢起来，时间不是太短啊，他撑了快一分钟哎，脸都红，起来还好吗？很好，很舒服，就觉得你的血液是这样从脚底流回来。这个真的起来可能要慢慢的。威尼要不要试试？对对，威尼试试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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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还好。对对对，还好。因为你可以攀着那个，你自己可以控制，就好像还好。对对对，还好，就这样。还好吗？还好。到底了，好了，到底了，到底了。面对腿还离伸直，好，手要手要伸直，对，手往上延伸，脊椎拉开，对。他们会害怕吗？不会哈，我们可以一直躺啊。对，他们舒服成这样。这个角度呢，就像很多的话，你会在床沿上，然后躺头露出床沿，对，这样伸展。然后你手这样伸展的话，你会感觉到你整个脊椎有被拉扯的一个感觉，很舒服哎，是不是整个腹部？我觉得胸腔这边刚刚也会，好像会觉得肚子比较小，呼吸就整个会顺哦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好，那你现在要可以挑战更大角度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真的可以吗？那你先回来，那你现在起来。对，自己起来，脚用脚扶住你的话，对对对，其实很轻松。起来，起来，对，然后感觉是不是还不错？对啊，想要再好，那个我帮你调到最大的角度，推打开，那个我来，对，把那个插销抽出来，然后呢，放到最紧绷这样，对，到一，我觉得这还蛮适合一直自己会想东西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对，慢慢来，好，对，来，谁来一大角度，大角度，150哦，大角度，好不好？好，慢慢的，想尖叫就尖叫，尖叫叫出来。等会等那里上哦，手放开，我们手，你帮他。好，我帮你，帮你。很倒霉，有点害怕吗？还没，哎呦，感觉好像不错呢，被吊在那个你感觉上面的，倒立的人，对，那现在感觉很 OK 啊，很 OK 啊，你们脑充血差不多，这样说差不多，对，因为有点脑充血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是让自己的整个运作可以了，那我们开始聊天10分钟，他不行吗？像我个人的话，大概1分钟我就可以起来。1分钟，那你赶紧快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救救他，救救干骨了，快点。然后脚往下，对对对然后头尽量不要离开这里，用撸了就好。因为你头如果离开是用，哇，你的脸好红哦。你脖子用力，那就容易。回来可能会有点点晕眩哦，因为那你就坐着休息，喝杯水。因为我们这次坐。外面房间都是一片式，所以要起来就躺着嘛。有，那你如果采取坐姿的话，你可以一边休息一边看电视。健康道理机虽然看起来有点恐怖，但可是很安全的哦。除了矫正脊椎侧弯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哦。究竟要加多少钱呢？消费如毛。健康道理机虽然看起来有点恐怖，但可是很安全的哦。除了矫正脊椎侧弯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哦。究竟要加多少钱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开的话是送这一张椅子吗？不是啊，等下告诉你送什么，现在不能用。知道了，坐那边是那种免费坐5分钟、10分钟。因为他要不要？这个先送了这个东西，可以让你带回家。2800，7800，15000，16000。1600，你今天又怎么了？他那个有，他那有工学设计，买一张椅子都不值1600了。1600太夸张，这个有铁部分。他难是难在他那个伸展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因为他那个就是一般的。1600买下单可以重写吗？人家觉得是我的了，是我的了。好，我觉得是我的，5000。我觉得我低估了，你低估了，各位，对，答案是我的，是我的，真焦糖，12800。是你的另外一个发明吗？恭喜你，吴大轩，是我们一个新的，你的，这个的话哈，初学者可以像我这样子，后背呢顶住，然后呢这一个球体，然后轻轻一拨，甩它，对，甩它，但是你不是用手去摇哦，你看我手只是扶着，用腰，这有呼啦圈的效果，对啊，有腰，可以自己控制，它的尾鱼肚是碰不到的了，对。因为你传统的那个呼啦圈会撞击你的腰间，对你肾脏不好。对，对你肾脏不好。对啊，不是要这样才消瘦。不是，你动的话，其实是因为你转圈圈在运动，可是那一个产品是撞击你的腰间。但是它可以使用。你能考虑到像纳豆这种，对啊，一样啊，肚围塞不进去，绝对可以。这个最多可以到42寸。百可以，百可以。哎呦，突然你瘦了。然后你是这样子要转过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哇，这好好哦。
啊，不会摇，用腰摇，不难啊，不难不难。你这样很像娃娃车哎，对啊，这你一定要用。我一起把你救命！不要跑远一点。可是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它有一点点那个，它因为我在用的时候，我感觉这边也在出力耶。你手像我刚刚是轻轻的扶着，只是让它不要掉下去，动还是你的腰要动。如果错误使用，会变成你手自己在那边。对，那你就是只有运动到手，没有运动到腰。这个试驾多少钱？透露一下。这一个试驾的话是168。168，哎呦，不错，不错哦。哎，妈有吗？有吗？哎，妈妈在吃板板呢。吃板板，吃板板。想下班了，先走了。回来，还有还有。吃板板。对对，好了，哎，他不是很想摇吗？少年带回去慢慢摇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个发明喽。我们这个发明呢，其实很多人这个做菜一定很多烦恼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在市面上它已经贩售了，而且还有不错的销售量哦。我们一起欢迎这个设计副理孟庆龙，欢迎。